维珍会客室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现场非常的热闹，有黄一鸣牧师，嗨，大家好；我们的音乐敬拜主领 J，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Carol， 各位听众大家好 ；Charlie 牧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rlie 牧师。在第4集的节目中，有黄一鸣牧师为我们分享会众唱诗的素质与能力，我们收到很多的回响。所以这一集呢，我们要一起来讨论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会众唱诗的能力跟素质的提升。那身为主领或牧师啊，你曾经如何做，觉得会有不错的效果啊？或你认为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我们就请 J 先开始跟我们分享。我以前的做法呢，是有点结合门训，所以呢，先是带这些慕道友。那我会邀请他们来我们家，把乐器给他们玩，然后我也玩给他们看，所以他们有兴趣以后，就按着他们的喜好还有恩赐来教导他们。那所以会成为一个比较像是师徒关系的状况。那当然也是从零开始嘛，所以从介绍这个乐器的每一个部分，还有这个如何看谱。那看谱的话，就先从拍子开始，认拍子啊。他们每个人会算拍子以后，才开始教这个音符啊，声音的高低。每次就是推荐一首诗歌给他们学习。那所以这个也成为就是说我们门训的一个基础。就每一个人后来信主了，那他们就可以。参加敬拜团的练习，等他们真的是有那个敬虔的态度跟这个重生的身份以后，那他们就可以参加这个主日的服事啦，或者是其他敬拜的服事。那当然，他们也参加所有的其他的门训课程。呀，这是黄牧师，你觉得这样子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法？我非常欣赏J 的做法我相信 J 的做法也没有在走任何的捷径事实上是一步一脚印的那当然，我想在不同的规模跟不同的群体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因为我一直在牧会所以也一直在一些有传统的教会里面牧会所以里面就已经有很多专家在里面了。所以那时候我也特别觉得说有一些专家坐在下面觉得很难忍受，但他们却不愿意投身在教会的音乐教育里面所以你怎么样成为这些所谓的音乐专家和这些会众之间的桥梁？我觉得牧者在这方面要多付出你不能只迁就那些五音不全或者是从零开始的人，你也要懂得去把这些专家的资源引介进来然后其实专家有时候他们可以做很好的示范他们有时候也有一定程度的耐性愿意陪这些年轻人成长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很难要平衡你不能只顾一边你就很容易把另外一批人就给吓跑了呀不过我觉得我知道一件事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就是这家他的客厅就像一个音乐教室我不骗大家，他有鼓有吉他有 bass 有所有的乐器可是我们真的很难你说教会里有多少人他自己可能都会说他不是专家对吧J 你不会觉得你是专家，可是他就用愿意的心自己买这么多乐器。我第一次去他家，我觉得那是一个小型乐器行嘛，这样子就是J 你也不会是就他也不觉得说他打鼓打得最好，吉他弹得最好，贝斯弹得最好什么可是你就愿意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听到是3件事：一，他愿意去买乐器。第二，他愿意付出他的时间，开放他的家。第三，就是那个愿意的心，也会一名牧师说的，就是专家与其坐在那里抱怨你们这些唱的不行啦那愿不愿意投入那 Carol 你有什么想法吗？我刚刚在听 J 讲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他的 approach 比较像是我在对敬拜赞美团因为我们的教会会有 training for这些 instrumentalist 让他们从零开始成长到变成他们有足够的 equipment， 然后可以去开始服侍敬拜赞美团。那通常我都是用这样子的 approach， 是一个一个带，然后给他们团练的空间，然后借着这个练习的当下，也是可以给他们很好的门训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开始，真的可以操练，因为他们要准时来练习嘛，要在家就已经练习，所以是一个很好的process。那因为我们的题目是有关会众唱诗的能力跟数值，那如果我说我要回应这个问题的话，对我而言，会众唱诗的能力其实比较困难提升。我不知道说是有没有其他的，因为敬拜赞美团的人或者是圣歌队的人，我可以要求嘛，因为他们愿意服侍嘛，然后我可以要求，我可以教他们，那也有这个环境跟如果说要请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也有可能。但是如果会众的唱诗能力素质的提升，其实我不确定说有没有哪一个主领或者是一名牧师，除了让他们熟悉这些歌，比如说现在很简单 YouTube 我就可以 send 给他了，听个200遍你可能就会了，还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会众呢？这个我比较有问题。我想其实教会的音乐教育应该是很多元的哈。第4集里面谈到说400多年建立的这种视谱的系统啊，再过400年把它完善了哈。那再加上说教会的音乐教育，圣歌队啊，或者是诗本啊，四部和声的诗本，所以很不容易建立的一个能够看谱的那个传统，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摧毁了哈。那我在讲这个的同时，我并没有否定掉用 YouTube 学习，或者是否定掉有些人是用耳朵学习的哈。其实我自己的音乐教育开始的很晚哈，我是18岁才开始要学音乐的哈。18岁以前我就吹口琴啊，吹邦迪啊，唱歌啊。后来在建中的时候就参加管乐社啊，吹竖笛啊。所以其实我是非常知道怎么样从零开始的自学的过程。好，我很能够体会这些自学的人啊。那我在大学正式念音乐系以后，我也吹萨克斯风啊。那我吹萨克斯风的时候，我就进到了爵士乐的那个领域里面。很多人完全不会看谱，他就是靠耳朵很灵。你唱什么调，他就马上可以找到，他还可以即兴啊。所以我明白学习有很多种不同的途径啊，模仿也是一种途径。不过模仿必须是个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目的。我觉得如果到最后他一定要学得像费玉清，或是他一定要学得像某一个周杰伦的那种口齿不清才叫做会唱那首歌的话那我觉得那个是把模仿作为一个过程的这个想法给弄拧掉了他反而把模仿变成一个目的。这是为什么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们到 YouTube 上去模仿。YouTube 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教学的课程，他也教你怎么发声，怎么弹吉他基本的和弦，所以不是只是他们去看到一个成品，然后就盲目的模仿。这是我在想的。当然会众给他们一些不同的诗歌库然后让他们常常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可以放出来，然后也跟着那个一起唱，这都是很多元的音乐教育的方式，可以帮助提升会众唱诗的素质。听起来会觉得就是说帮助会众唱诗，我觉得是一个愿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是愿不愿意做。而我们想呼吁的就是教会跟牧长们，你有没有心？刚刚讲起来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是什么什么从小是什么学音乐好厉害的这样子长大的没有，但是可能就是喜欢音乐，然后神的带领，所以任何年纪应该都可以进来的这样子好像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在罗马教书那一大堆学声乐的，你知道那个上课中间每一个都去吊嗓子，哇，中间休息10分钟全部在吊嗓子。那我就问他们说，哎呀，我们这种程度可以学吗？他说都可以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去学唱歌的那学唱歌可不可以是一个教会的风气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也请这个我们的 Charlie 牧师你从一个牧师也会怎么样去看，也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我想从我的角度看哈，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敬拜主领团队跟会众分为两个不同的族群来看待。是，敬拜主领在教会属于公众人物，那他们所一定要有，而且我相信敬拜团是一个专业跟有恩赐的一个岗位，服事岗位。那他们必须要好好的鞭策督促自己，让自己能够呈现出一个至少有一定水准的音乐。那至于说呢，会众来讲，我觉得就像好像还不会讲话的人，有些会众可能完全不懂音乐，还不会讲话的人，我们没办法直接教他们文言文，或是跟他们讲一些诗词歌赋，我们只能讲给他们听，带着读故事给他们听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会众的敬拜提升不要太过强求，但是要有计划有策略，就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透过一些主日学的音乐教育。然后呢，我觉得一点很重要的是，不要让会众觉得敬拜的音乐就一定是某种形态，因为每个教会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形态，每个宗派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形态，但是呢，事实上敬拜音乐是可以很广的。那要让弟兄姐妹去接触不一样的音乐类型，那帮他们了解说敬拜当然不只是主日早上的15分钟或30分钟那个唱歌的时间，而真正的敬拜是我们生命好好的跟随主，被主改变，把敬拜活在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全人的敬拜。而教会的主日敬拜呢，只是敬拜的一部分。那要鼓励他们努力的去学习，把歌唱好，因为敬拜是基督徒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哈，我们可以用音乐来敬拜神。那既然神给我们这个使命，我们确实需要好好的被鼓励去带领他们。那我觉得说主日学的教育是很好的，另外呢，也可以鼓励像刚刚 Jay 的还有 Carol， 我相信他们都已经在做，就是花时间陪那些有兴趣或者是甚至于好奇对音乐对乐器唱歌也好各种乐器有兴趣的人，就培养他们。那不只是教他们乐器，而是在属灵的方面也能够带领他们，做一个门徒训练的结合，我相信这是很好的。那在诗班呢，像我自己在做的话，我诗班我会尽量主日早晨他们如果在练习的时间，我会早一点到，陪伴他们，跟他们分享一点点的圣经信息，然后鼓励他们，然后跟他们讲说一个正确的服事观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也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那在音乐的专业上面，我没办法讲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音乐很懂音乐的一个老师他在带。但是呢，作为一个牧者，我音乐上面不是那么懂，但是我可以在属灵方面给他们做一些调整，至少你服事的角度对了，我相信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会水到渠成，这是我的看法。我刚刚在想一件事虽然本人完全没有这个你们这些主领的能力哈，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去一鸣牧师指导，我去台语堂牧会的时候，台语堂其实只有2-3-4个人，然后呢，他们的诗班也只有4-5个人而已。可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诗班，我就加入诗班，然后我让大家在诗班里面唱歌唱得好开心，因为我很爱搞笑这样子，虽然也唱得不好这样子，可是至少我懂圣经这样。然后我们唱什么诗歌，我就讲什么故事，讲什么笑话。然后你知道吗？他们开始觉得，哎，诗班好好玩，就开始从4-5个人变成20几个人，而我的台语堂也从20-30个人变成100多人哈。那我讲这件事情不是要讲我的成功，而是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家觉得唱诗怎么这么好玩的时候，大家会被你这个团体吸引，因为有一群人好喜欢唱哈。我在想刚刚 Jay 或 Carol 就说，你先有一群人觉得唱诗赞美神是这么棒的一件事情，那周围人就开始很羡慕啊，他就想跟着唱啊所以刚刚查理牧师在讲说会众唱诗跟这个唱诗是分开两个层面没有错，可是其实最终是可以达到一个效果的。我在说我加入诗班或刚刚大家在讲的，其实我们还是在唱圣诗的东西这样子哈。但是连唱这么传统圣诗都让大家觉得很开心，我觉得那个是牧者，因为我刚刚在回应查理的 part， 就是说牧者怎么样子自己喜欢愿意投入这个事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部分。我相信至少今天我们在讲会众唱诗哈，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专家，你愿意投入的部分应该是就是愿意啦哈，愿意投入的部分。我不知道一鸣牧师可不可以再补充一点东西，谢谢。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什么是最好的呢？那就是需要训练啊，需要一次比一次经过练习可以更好。那需要是预备好了才可以上台献诗的。在主日敬拜用的音乐是要经过选择的，而那个选择是牧者，是这个敬拜的主领或是诗班的指挥去思考到底这个信息要怎么样被传递出去的选择。我还蛮好奇啊 Jay， 因为 Jay 一开始讲到他的门徒训练的时候，那你总是会带到一个程度，他们就变成可以再更上一层楼，所以你怎么去看待晋升的培训这个部分呢？我还蛮好奇的。应该说大家都从零开始，可是每一个人成长的速度不一样，然后针对他们的成长呢，每一次他比如说他在1，我就给他2，那另外一个在2，我就给他3，那是一个阶梯式的稳扎稳打 的过程。我本来只是带学青跟社青，结果后来很多的夫妻啊，还有甚至在年长一点的也都加入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然后这些人也全部都很顺利的进入门训。所以当他们可以进入门训的时候呢，一旦很多的态度跟原则可以教导的时候，那有很多管道，比如说把他们引介到，比如说他是学 vocal 的，那我们可以推荐他去跟哪些老师学。那甚至我们也有之前有找一些外面的吉他手的老师，当然也是基督徒，来教吉他、教贝斯，然后有些人是到Logos到神学院去上这个 LTI 的声乐的课程那这些都是一些资源。是，我觉得是有方法的啦，对不对？大家这样讲起来就是有方法的，是可以做的，就是有没有心想去做它这样子那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比较有点这个挑战性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就是什么我们讲到其实这是我故意放的标题这样子还有人特地来问我说，哎，那个是他讲的还是你讲的这样子？我说他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那我说我故意放一个比较让大家可以比较认真看一下的标题，就是现代敬拜赞美登场入世40年。其实刚刚一鸣牧师已经稍微提到一点点东西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教会400年的根基好像已经毁了它一样那我们其实是想要引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那特别是牧师上一次提到的，就是好像丢了那个400年的宝藏那到底那400年的宝藏是什么？可能要请一鸣牧师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讲更多一点点，然后其他主领可以一起回应。OK， 我想我先澄清一下我所讲的400年当然就是指的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的400年。那所以乐谱系统其实是跟着整个这个发展一起成长的那你们也知道，最早其实音乐的重镇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所以从早期的格里果圣歌只有神父能够唱到后来有很多的这个儿童和成人合组的这种诗班那时候女生是不能参加的对，就 Altar Boy 可以唱男童跟这个男生的成人合组的，然后后来就发展出很复杂的复调的音乐所以不止4部我曾经看过一个总谱有40部40个声部所以是非常非常复杂。到后来就是听不清楚歌词所以有一些作曲家就觉得说，哎呀，你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了就是他已经不再为歌词服务了那你们也知道宗教改革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说不再用拉丁文的歌词回到了这个各个地区从德文开始在德国地区开始有德文的圣经、德文的诗歌那同时在音乐上面也开始有所谓的主旋律或者主调的音乐进来了那时候巴赫就做了一个很棒的东西，他就说他知道会众是不会看谱的，那也不能唱复杂的东西，他就用了一个定旋律的主旋律啊，然后可能是格里果圣歌的某一个旋律，或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曲调，然后他就用这个曲调配上那个简单的歌词，就让会众唱。但他的乐团、他的管风琴、他的合唱的诗班，他们就去演奏跟演唱那个比较复杂的部分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所谓的这个400年慢慢建立的传统啊。那当我说把它拆掉，40年把它拆掉，第一个就是诗本不再被使用了，看谱这件事情不再被重视了啊。所以从儿童一直到诗班，有的诗班都被裁撤掉了啊。以前我们都是有儿童诗班、青少年诗班、成人诗班，现在通通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某一种程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变成了文盲啊，就音乐上面的文盲。那这的确是一个倒退，很大的倒退。第二个是坦白跟你们说，现代音乐所讲的创新，对我来讲大概300年前、400年前，那些和声就已经存在了，那些所谓的节奏早就存在了。也就是说，我发现那个不断的 repeat 跟模仿，然后还要骗我说他是在创新，这件事情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我认为创新是必须要站在传统的巨人的肩膀上面去创新，传统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传统其实是创新的养分，你必须从传统去拿东西，然后能够做出更好，你才能叫做创新啊。那我觉得现在拿着创新当招牌，可是却扬弃传统啊，这是我在上次的这个会客室里面说我表达我的一些意见。谢谢。是你刚刚在讲一个东西哦，就是你说像巴赫他后来的东西要可以通俗，那就是相对于原来的那个比较圣的东西好了，然后就是拉丁这个天主教会的。那事实上会不会对今天的人哈，我就帮大家问，就对今天人来讲，我们也是新通俗化呀，我们也来新通俗化呀哈。那我觉得其实刚刚黄牧师提了2个重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回应哈。就是第一个，到底扬弃诗本、不会看谱有这么严重吗？会不会有人觉得有这么严重吗？我会唱就好啦，对不对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扬弃了哪些旧的，其实你今天的创新也没有什么创新这样，可是他觉得没有关系，反正这就是我的歌这样子，我现在做的歌哈。来，我们再请你们这些音乐专家来回应这样，请。我是很赞同牧师说，就是过去400年是有许多的经验的累积，还有奠定了很多音乐的丰富性，还有根基。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呢，比较是一般的应该说在这样子的根基上有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我个人认为比较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古典音乐的不理解，可能尤其像美国来讲，美国的这个教育，他们一旦资金缺乏的时候，他们先砍的是音乐跟艺术，那所以会产生一代人是不懂音乐的，可以这样讲。然后也有很多人会变成认为音乐是一个奢侈品。那所以说，尤其我是在讲这个传统的这个五线谱的这些根基。那所以渐渐的这一群人，他们变成教会的一个族群的时候呢，他们的对音乐的观点还有认识，就会影响现在教会对于这个音乐上的丰富性。然后那当然就也是带着一些偏见，他们觉得说，圣诗是老旧的，那这是对于圣诗的不了解。那我自己个人过去在做，比如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就编了3种不同的演奏方式，那让他们去认识。那所以他们是先学会了这个歌，才知道这个原本是圣诗的，所以说他们开始就发现说，其实圣诗这个所谓的老诗歌，他们原本认定的老诗歌，跟他们所认识的现在的诗歌它是可以融合的。对，我想这个光这个观念的差别呢，可能在很多教会就会造成这一种数值上的影响，尤其是带领的人，他本身如果也带着成见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介绍这一些圣诗进入会众的族群里面。那很多教会就变成把圣诗丢在旁边，对，这的确是很可惜。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当你在说这个美国是用它的那个property tax 哈，就是所谓的房屋税哈，房地产税来支持它的地方教育的。可是这其实也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如果富有的地区，我们这样子讲，就是富有地区的时候，它还是可以维持的非常非常的好。比如说，像我以前住在芝加哥，我可以跟你们讲，就是芝加哥的那个学校的那个管弦乐团，那个水准高到那个学生是可以直接跟芝加哥管弦乐团一起合奏的。我在芝加哥享受音乐，享受到真的是来到洛杉矶，觉得这里是文化沙漠这样子哈。那所以我觉得美国的确有区域性的差别。可是我们再回头讲，你如果去讲说19世纪20世纪初，那美国普遍它其实没有多富裕的时候，很多地方还是很贫穷。可是他们可以弹一些那个三弦琴，是不是哈？还有一些简单的乐器，它那个就是师徒相授而已哈。所以一定要把音乐教育跟学校教育是不是有关系，的确是有一些差异。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你后来再继续讲的，就是教会的传统。那诗歌本的丢弃里面，我所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因为老的诗歌本本身它的结束很多，它 verses 很多，那它比较多一些叙事的歌词，可是新的诗歌里面就没有这些东西。那老诗歌本在我们开始，你知道，你们记不知道有那个投影片时代吗？记不记得在我们现在用 PowerPoint 之前的时代是用 transparent， 就是那个投影片时代。那事实上从投影片时代的时候，我所了解是投影片的时代的时候，当你开始要把这些诗歌本取代用投影片打的时候，他们开始选一些比较短诗歌。那结果后来就越唱越多这种短诗歌，我所了解大概这应该也是一部分的影响。可这就是回来你刚刚在最后再讲的，就是你不愿意看诗歌本了，你开始觉得这样子看比较方便，你不想要去看一节一节的诗歌本，那些长诗歌多的叙事诗歌就越来越被扬弃。这是我所了解其中一个部分，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什么补充这样子。其实我们讲到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了哈，因为音乐作为敬拜的一个工具，但它同时又是娱乐的一部分，那你怎么去把它做清楚的分野呢？尤其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里面啊，很多人就说如果我要吸引年轻人，或者我要吸引某一个族群，那我就要去在教会里面使用那个族群比较熟悉的音乐，那希望可以吸引他可以进来啊。这是为什么我谈到说福音诗歌和敬拜的音乐其实是有一点区隔的啊。那可不可以混用呢？当然也可以混用，但是你要知道是有区隔的。那问题是我们常常说用某一种形态的音乐吸引人进来。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吗？就是说我刚刚到美国来，在小士顿中国教会牧会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年轻人，他事实上是主修钢琴的，而且还赢过很多协奏曲比赛之类的哈，所以他完全没有问题，他坐下来就可以弹肖邦、贝多芬啊，或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哈。可是他同时在英语堂是敬拜主领哈，那他主领的时候，他都是背着吉他上去主领哈，然后然后就拿着这个 pick 哈，就刷一些很重的节奏哈。然后我有一次去跟他们一起带敬拜，然后我就完全不知道他们怎么排练，因为你知道英语堂唱的诗歌是只有和弦跟歌词的，所以没有旋律，没有节奏啊，所以有一天我就私下问他，我说你钢琴弹得这么好，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坐在钢琴前面，你的声音也不错，你有没有想过用钢琴来主领？他完全没有想过，而且他拒绝。他说敬拜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不是只有古典音乐家遇到一些瓶颈啊，我们好像遇到一个墙过不去。其实他是身兼两边的，他自己都找不到那个中间的能够突破那个墙的方法。啊，他对于敬拜已经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讲，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很窄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他们唱的歌就是那十几首歌而已，啊，再也没有新的东西了。啊，那我是非常非常惊讶，因为他的古典的造诣非常高，可是完全带不进他的敬拜的主里。啊，所以我也是看到了这个现象。啊，所以我后来也是尝试我自己啊，这样说把身段放低，然后去跟他们一起来学。啊，可是我发现说，如果你不能带着他们去开阔他们的眼界 ，going to nowhere。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才懂，你不懂啊，所以这个问题啊，这是我遇到的困境。你的意思是说，慢慢怎么带领他们扩大领域，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是，对，所以我觉得黄牧师你讲的，其实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我们还是看到一个断层是没有错，对，我们的确看到的断层，因为对于教会音乐敬拜的认识上面来讲，很明显我们出现了一个断层。好，那我在跟谢宏文牧师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呢，我们教会其实就是因为教会哈，整个教会牧长们、教会们不够重视音乐敬拜，所以当那个突然间闸门一开或大浪一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所以呢，前面的没有抓住，后面的抓不住，所以呢，全部到现在就是旧的不见了，新的没有建立起来，其实它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一点是不是大家都同意哈？就是我们面对一个断层，然后我们现在好像我们几个人在这里谈的就是我们看到断层了，可是怎么去补上那个断层哈？好像不是诗歌本的问题，而是真的是我们面对刚刚黄牧师那个哈，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他可以谈古典音乐弹得很棒，可是他以为敬拜就是拿把吉他在那里啪啪啪的弹这样子。那我们真的面对这个断层，其他人请继续回应一下好吗？我们最后一两个人回应，请。我其实就是断层的产物，因为像我爸爸妈妈那一代，我妈妈是基隆人，是，然后我爸爸是屏东人。Carol 也是基隆人啦，他们一个在最北的教会，一个在最南的教会，然后都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小时候在教会那边跑来跑去的时候，都会有牧师啦或长老啊带着他们去学习视谱，学习这个基础的音乐教育，然后从零开始教他们，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外部的正规音乐教育。可是他们那一代人，就是我阿嬷有6个孩子，他们全部不是正规音乐教育的，可是每一个人鼓一拿来就会唱，而且都是声音很好的。那所以说对我来讲，我自己就知道说这个差异，就是到我这个时候呢，教会没有这样子的长辈来教导我了。那所以我其实后来会这样子去教弟兄姐妹，也是因为我看到我父母那一辈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可是我却没有，是，所以我才会认为说，其实这是一个教会里面在敬拜上很好的传统，是需要传承下去的。对，我觉得讲到这一点，就真的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丢掉宝藏的问题。本来教会有这个音乐教育的传承跟传统，可是后来就没有了，这样哈。那个基隆人，那个圣歌队的 Carol 回忆一下，我是基隆人耶。可是真的就像Jay讲的，我阿嬷生了8个，我的姑姑，我爸爸，你就给他一个一个谱，他随便就可以就可以唱出来，他们就可以分布。我就记得我从小真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圣歌队的指挥，就会带着我们，我算是还有我可能比 J 年纪大一点点，所以我可能比还好一点点。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指挥或者是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就会带着我们呢。就主日下午结束，然后就带着我们分部去练习，然后再回来。And I love it so much。但是我觉得现在教会很重要。我刚刚在想说，为什么圣诗已经没有人重视了。第一，我觉得甚至因为有一些语言上面的隔阂，可能很多还是都还是类似于近似于文言文，像我这种中文很烂的，我每次练习都要问一下，都要问一下小花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看都看不懂，我怎么会去听他唱？那我怎么会去想要去学他？那现在的近代赞美的诗歌通常都写得很白话一点点嘛，所以人的接受度就容易。然后再加上我刚刚又想到说，过去我至少我在长老教会长大，我至少有一个宗派在那里，是等于是有一个传统在可以传承。现在很多的教会，不要说越来越短，不同的宗派很多都是 non-denominational 的。圣诗是什么？可能很多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或者是甚至可能这5年10年信主的，在 non-denominational 的教会里面成长的基督徒都不知道They don't even know what they are. YouTube 也找不到，也没有办法去听。他渐渐的这些东西对他而言就是一个陌生的，是一个固守成规的那种感觉的音乐。那如果再加上刚刚 Jay 讲的，我觉得都不要说美国了，你说亚洲的环境好了，我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在美国这20几年，一开始我来的孩子们，我下面的孩子们几乎都是台湾长大的，那时候台湾可能环境比较好，所以10个当中我可能有3个4个都会钢琴或者会小提琴。我现在带着孩子们有20个里面我可能1个都没有。对我而言，要让会众从零到有，他们又没有任何服饰，没有圣歌队的这些可能的话，真的是很困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不容易。是，所以我知道哈，就是说的确现在的比较年轻一辈的这些大陆背景的小孩子比较有在学音乐了，但是早期的一辈真的比较少，那他们对这些概念真的比较弱一点点这样子哈，希望在未来事实上是有可能。那我可不可以最后，如果大家觉得有一个愿望哈，有一个愿望，你希望教会怎么提升哈？有一个愿望好了哈，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总要有一点 hope 哈，这样一个 picture 哈，你希望如果你可以做的，或你想要呼吁教会可以做的，可不可以有一个你会怎么去做它这样子？好，我们就请一鸣牧师先给我们一点点建议或想法。当然，万丈高楼平地起啊，所以我刚才也讲，40年拆掉400年，那再重建恐怕400年还不见得能重建的回来。不过还好，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其实，在教会外面的音乐系统是还在进化的。是，所以我觉得教会就是不能把门关起来，觉得自己懂最多，自己的东西是最最先进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现在已经在讲了，我说要学音乐，你就去大学学，去音乐院学，然后学完以后回来念神学院，然后把你所学的音乐跟你所学的神学结合起来。就是如果你已经不能靠教会来教，也不能靠神学院来教的时候，外面还是有很好的系统。好，那我觉得是很难，但是我希望有一件事情，我是真的这样祷告，可以有一天把诗本带回来。是，很好 ，OK。诗本带回来，诗本带回来以后就可以扫盲，可以扫除文盲、我觉得好可怜，越盲和文盲。因为你已经不唱文言文了，或不要讲文言文，就是那些比较押韵的。是个韵文的东西，你都不会唱了，你觉得它不够白话，所以那也是一种忙而且真的，我记得我从小长大的那些阿公阿嬷啊，他可能字看不懂，可是可以唱圣诗。哦，你知道台语这方面更惨，知道吗？你把他的诗本拿掉以后，他连那个语言都消失了。我刚刚其实真的很感谢牧师分享的。那句话，创新是不可能反传统，我们永远是站在传统的肩膀上去创新。这个话真的是给我 like a hit in my heart。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希望这一些在音乐造诣上就是有很强的这些可能专业的音乐家，愿意花时间来跟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年轻人，我觉得可以花时间在培养年轻人上面，因为只有年轻人会愿意跟你花时间去，也有时间去练习去成长，对他们也是很好的帮助。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有的话，希望有一个专业的音乐家教导我的孩子们可以在音乐造诣上有成长，甚至圣歌队诗班 I truly 我真的从小到大我真的很热爱在圣歌队里面服侍，这个是我永远的 takeaway。 我真的希望现在我的孩子们可以也有这样子的机会跟成长的空间。是 J 呢？ J 说说。我现在应该说之前已经在教会就是有推行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诗歌资料库的建立，因为借着诗歌的这个推行的计划还有会诊，就可以慢慢的有系统性的推荐一些诗歌给会众，那他们开始传唱以后就变成是一个共同的文化，那很自然的他们就可以把一些歌传唱的比较好啊，这是一个素质的提高。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敬拜团队的这些规则的建立，如果我们有很清楚的教导，就是甚至是在选歌，甚至是宣召，你要怎么宣召，要怎么祷告，然后怎么选这些诗歌，它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神学在背后，那这些的比较工整的传递，其实可以帮助这些带领者来影响会众，那我想这是也是素质的提升。可是这两个东西，我发现在教会推行，尤其是说你要在宗派里推行的话，那更是你必须一个教会做出好的成果，然后另外一个教会看到才会被吸引，所以真的是需要有人委身的去实践它，才有可能推行的。是，这就是我们很想做的事情，虽然觉得非常非常的艰难这样子哈。那查理牧师给我们最后的一点勉励或者期望。我觉得第一个我要呼吁的就是教会的领袖，请你们要重视敬拜，重视教会的圣乐。是，如果教会领袖自己都不重视的话，你怎么可能去期待说弟兄姐妹会产生改变？这是第一个呼吁，重视。那重视不代表你一定是专家，但是你可以使用有音乐专长的弟兄姐妹来把这个事工建立起来。所以第二个就是要呼吁教会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参与服事，好，不要就在那边抱怨啊，你们的很烂啊，你们的不好啊，那我要去好像站在那边讲总是容易，但是卷起你的袖子亲手下去做吧。我看到有一些教会还蛮大的教会，居然连司琴都找不到人，那这就是对，所以呼吁那些有音乐恩赐哈，主给你这个恩赐，请你实际参与教会的服事，或许在音乐的敬拜团的配搭上面，甚至于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主日学可以开一些很基础的乐理的课程，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来了解音乐来进一步来了解圣乐，一些圣乐历史的东西也可以带到主日学里面来教导，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重视敬拜，不要迟到开始，好不好？很多时候主日敬拜开始的时候姗姗来迟，弟兄姐妹觉得来教会是要听讲道的，他们不重视敬拜，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重视这个敬拜，即便你不用懂音乐，但是敬拜是基督徒里面信仰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所以鼓励弟兄姐妹重视敬拜，主日的敬拜不要迟到，来更多的参与。另外就是说在跨教会的这个范畴上面，我是鼓励也是这些有心之士有志之士或许我们维珍也是其中一个团体，能够尽量办一些跨教会就资源整合起来的一个音乐的一些教导，不管是圣乐的或是单纯音乐的都好，让这些好像不知道怎么学习或是没有看到音乐原来可以那么广那么深的这个东西的这些人呢，能够来参与，有机会参加一些讲座，帮助他们去开始喜欢音乐，对音乐有兴趣，进一步呢，他们会开始想要愿意提升自己在音乐上面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可行的方法。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提供的真的是很具体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请大家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拜拜，这样子。好，拜拜，拜拜，拜拜。